云游四海，旅途寻梦家，带你寻遍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老狼。现在我们是在内乌齐县，这个县城我来过两次，2018年走过一次，2020年走过一次。然后昨天竟然走懵了，我从317我还以为走不到内乌齐，后来突然想起来，哎，不对啊，要走内乌齐啊。早上8点多，东哥就来叫我们了，看这一地的纸壳箱。昨天晚上我出来拿狗粮的时候，一个大牛和大那大牦牛在那夸夸把这个线从里边跟牛角给窝出来，在外边给撕碎了。半夜，哎呀，其实我当时还是有点小担心的，我说这牛半夜吃完纸箱看见我这车不顺眼再给我撅了，虽然说破车，虽然说是狼坚强，但是我还想不能开到湖北的，还好他没撅动。睡觉，哥哥，坐，哥哥，坐，坐，睡觉。看咱们家哥哥是不是大了，跟小黑差不多少了。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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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坐下，握手。干嘛呀？吃也吃了，喝也喝了，是不是长大了？好看了没有？来，好了，现在小白等着，再等小白，小白下来，然后东哥拉着我们去吃早餐，吃完早餐去修车，修车应该就在那边有一个校泵的，到那边然后他把这几个油嘴全先校一遍就差不多了。你完了之后然后你上班去吧，这都打扰了啊，谢谢东哥招待啊。到地方多给我报。好的好哥。到哪个地方？等你退休啊，上东北玩，到时候咱们再联系。要是现在说别都有点假。谢谢东哥了。好，再见，东哥。好，再见。这两天的从昨天晚上早点到现在早上，这几个都可以。你那就看一下嘛。反正我昨天自己看，我看这二杠特别厉害，在内乌齐这儿找了一个，校泵的，然后他这儿看看应该好像都有配件。出油挺厉害吧？现在。昨天我看这二杠，反正好像很工业的。那么你不能先熄火算了。先熄火啊？这个下方啊？啊？二杠肯定是回油多了。三杠还行是吧？二杠大，就二杠大是吧？把火灭了吧。刚才问了一下价格，老板说工时费100，然后那个配件有500、600的，哎呦，比那去还要贵。我说跟他讲价，说500块钱让他给修上，就一个二杠的嘴子坏了，看看什么样吧。一会儿，实在是没法开了，而且非常费油。我正常一箱油我能跑到700多公里到800公里，昨天那个一箱油才跑了400多公里，一箱油就没啥了。赶紧得弄，要不一个速度还起不来，还费油。哎呀，白小白急的哟，来哥你给油。上个坡就一档，上个坡就一档。我死的，自己。哎呀，干嘛这没自己？不紧是吗？就是这一个螺丝。就一个螺丝，我说拆了的，我那边我都自己拆的。站了，我下来了。下来。术业有专攻，你得有专用的工具。哦，那你好脏啊！到这儿，不到这儿。加拿大了，他在
回满了，回满了啊，回满了。他说不回了，这右弯已经满了。看不到，我以为不回了呢。能看着，细看他是在留着往下回呢，回满了。你看那边都已经回满了吧？他这边回满了之后，也影直接影响其他的喷油器，油量不够。那这信号是不是咱们就可以？就可以直接上高速跑了啊！这个油就是在那个日土的时候有个下边一个加油站，当时看的像中国石油的加油站。后期我才研究明白，它不是那个小油，因为那拖车司机搁那加油，我也搁那加了油。加完那个油之后，车就开始不好用，然后现在换两个喷油嘴了。一会儿把滤芯儿给我直接帮我换一下。现在你能不能细看这个油？这是回油管，基本上往里边全回回来了。现在这是试验结果，反正就是不合格，有一个大叉的基本都不行。师傅把这喷油嘴打开了，现在正在给我清洗。前的那种油嘴都是换嘴子，对呀、啊。现在那都是发嘴件。啊、哦，换发嘴件，不换嘴头。嘴头严重了，换你是这个再换代价高了。哦。一般就是。看看这一个喷油嘴里多少小零件，这么大点儿，缺一个就喷不了油了。喷油嘴装完了，就是试验，看看这个怎么样。这个回油就少了。油嘴喷油嘴试验完事了，这回这边都绿了，就是什么 V12 的。V12 这个是0.3到1.9到2.0，多了0.1，那0.1让老板给吃了。安上了，装完就知道好不好用了。老板这边有滤清器，我顺便把这柴油的滤清器也换了，把柴油滤芯也换了，就是上次在那边加油累了。哦，我天哪！赶紧换滤芯，把滤芯在老板那儿顺便换一个。结果往上一倒油，一看里边好多水呀，看里边碗底上就是水。啊，能那嘴子能不坏吗？我跟哪个有钱的说？我一看，哎呦，放出那些水，我天，好多水这里头啊！那还是油呗，油类呗。油不喝。对呀，像底下那油，那一滩一滩的就是水，水都出来了。给你说，你往这边跑，它油。哎呀，难怪油嘴子坏呀，都是水，我的天！把滤芯这个换一个，把这洗一洗，把滤芯也换一个。再不这得亏把滤芯换了，不换的话，然后再装上这嘴子不还得坏呀？啊，这是我点名。这回能看清楚，清楚的看到碗底里边的水，那大碳水，在中间咱这到处不老少去了。就是有这个水造成的，把油嘴坏了。按理说，咱这个滤芯里边有水了，这传感器应该报警。他那上值当也没报警。啊，报警！油含水少是吧？得半罐水报警。好了，滤芯换完了，现在开始排空气，然后一会儿装上就看能不能打着吧。这家得按一会儿了，滤芯里一点油没有啊。预热一下，启动了啊！哎，这个好了，能不能
看看回油怎么样吧，这个。哎，不回油了，都不回了呀。哇，这个要大呀！哎呦喂，你看看别的。这个啥车啊？你这个人用不长啊。所以你先看看别的，这看看别的，别的怎么样？别的还行啊。四缸新能的，那一缸还不行呗？一缸还不行。那拆呗。拆呗，弄呗，你便宜点给我弄一下吧，那都整我的妈的，等会就再整一会儿换个车了，天。熄火。熄火吧。那咱淘宝又又是哪个？又哪个坏了？我肉疼，我这心疼。小白，来抱抱我吧。抱毛线呢？我也想。来，白说抱我一。小白说抱个屁抱，我车没了，我都没有你抱一下，你再换俩油嘴儿。没办法，把这个一缸也弄下去吧，要不然这个路上车开车太费劲了，全弄下去吧。这个是一缸的喷油嘴儿，也拆了来。看看测试一下怎么样？这一次这个油坏了，一下坏了三个喷油嘴。看这回油，能看清楚吗？这个一缸的油嘴回油量也很大，呼呼回油啊，也是不行啊。15块一个，我本来就是你跑长途我都给你换了。一般当地人我还不给换了都。你看，你不是特别坏了吗？不回油，这回好了，不回油了。不回了。回都得回，但回的慢的，没那么快了。我给加油试试。又坏了，这又坏了。是吧？没问题。试一下啊，试一下，轰一下油门，这回对劲了，声音也对了，这回声音也对了，声音对了啊，对呀，这回 OK 了，刚刚点给油门，这个敲杆声点火之间角的敲杆声也出来了，这回就差不多了，估计全部整完了，现在发动机也平稳多了，两个油嘴子不好使，一个盯着四个缸，缺了一缸半，能好使太快了。刚刚缺了一缸那个。刚好了，给人算账，老板多少钱？优惠点。优惠点。换第二个不是半价吗？那你这个油嘴儿。一千块钱，老板没用，没用我讲。行了，我都准备说，你要是给我多要一百，我就给你唱一个了。好，行，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。那个扫码扫哪？扫码扫哪？不是，就跟这俩来，这宽着前面宽着来，来男装女优，来这边，来这边来。来。我再近点，对，近点。来，开始啊！预备，天气，200高糖。送我回家。走吧，上火。这个油嘴子全消完之后，还是有点差劲，就是动力还是不足。我现在就是已经给我修崩溃了，但是我忽然想，头两天油嘴不好冒黑烟，是不是把山源堵了？所以说我准备明天干山源。